我是 Mira， 大家都知道我成日去台灣啦，係咪？咁應該都知道我好中意台灣噶啦。咁但如果你問我中意台灣啲乜嘢嘅話咧，其實都有好多嘅，譬如係嘢食啦、人啦、環境啦、成個氣氛啦。但係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我都係好中意嘅。咁陣間就會將佢揭盅噶啦。我仲會送禮物俾大家噶。如果大家都想得到禮物嘅話咧，記得睇到最後啦。話上我喺幾年前咧嚟韓國讀語學堂嘅時候咧，就有新認識到一啲台灣嘅朋友。咁其實咧，算係我人生中第一批嘅台灣朋友，因為之前都好少出國經驗啦，所以冇乜機會認識到外國人朋友。咁然之後讀完曬語學堂，我哋需要翻返去自己嘅地方嘅時候咧，跟住佢哋就送咗個禮物俾我。然後用完呢個禮物之後，我真係覺得超級驚豔，係我人生中覺得用過最好嘅。咁但係因為當時我都冇理咁多，我用完咧就算啦。咁但係經過咗咁多年之後啦，這個品牌咧忽然聯絡我，就話希望我咧可以幫佢哋品牌宣傳下。我收到呢個消息之後咧，超級開心，因為咧好似將我當年嘅記憶咁樣呼喚翻出嚟，我真係覺得當時嘅記憶係非常之美好嘅。咁大家係咪非常之好奇，究竟係乜嘢呢？就係呢一個提提顏 TTN， 係台灣品牌嘅面膜。係啦，咁但係因為咧事隔都幾年啦，咁我亦都會擔心，因為每個人咧喺唔同嘅時候，你都會有唔同嘅膚質噶嘛，咁我都會擔心會唔會當年嘅我覺得好，咁但係可能幾年之後嘅我會覺得效果有唔同咧，咁所以我就請品牌咧先寄咗唔同嘅面膜俾我試咗先，咁咧我就收到咁多款啦，咁我全部都有用過曬，當年嘅回憶完全翻曬嚟，效果真係非常之好。然之後咧，我再仔細啲睇品牌嘅介紹嘅時候啦，原來佢哋喺2015年咧成為第一間上架法國進駐洛馮馬歇百貨，係一個法國嘅百貨商場啦，第一間台灣面膜嘅品牌進駐咗呢個百貨商場嘅，所以證明係幾咁巴閉，因為你竟然可以咁樣打入歐洲市場，同埋佢哋連續3年得到英國嘅美容奧斯卡嘅肯定嘅，所以真係非常之好。咁而家處於一個換季嘅季節啦，咁天氣成日都會忽冷忽熱，咁加上我自己咧成日都會飛嚟飛去啦，咁成日都會喺一啲可能好濕熱嘅地方，去一啲比較寒啊乾啲嘅地方，咁而呢啲過程咧其實係會令肌膚咧老化受損嘅，咁所以我都希望自己咧可以有啲快速嘅有效保養方法，咁其實就係咁樣根本地去增加肌膚嘅防禦能力。咁咧而家要同大家介紹呢一隻永生台信活修復生物纖維面膜，咁佢哋呢個面膜咧就係今年新推出嘅面膜嚟嘅，聽講當初咧台灣一開賣嘅時候咧，係每一分鐘就賣1200塊，係超級誇張。咁我覺得佢哋嘅包裝都幾靚，咁佢哋就係萃取咗嗰啲古老嘅植物，就叫做永生台。咁呢種植物咧就係經過咗5次一啲氣候轉變造成嘅5次大滅絕。咁所以呢種植物裡面咧係用基因咧可以愛嚟適應各種好極端嘅環境。而家一齊嚟敷下呢個 mask 先。因為它本身裡面精華液都頗多下，可以將精華液咁樣倒出嚟，然後搽上塊面先。佢香味聞落係好自然、好舒服，我覺得有少少似米嘅味啦。其實一啲好化好香精嘅味道係完全冇。然之後拎出嚟嘅時候咧，發覺咧佢個質地係超級厚嘅，佢咧係咁樣咧上下有2層保護網去包住嘅，搣咗個網出嚟啦。佢中間呢一層面膜咧，佢係一個好 QQ 嘅質地，係呢一隻好 QQ 好透嘅質地，同一般面膜嘅布質唔同啦。我第一次敷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覺得好特別噶啦。後來咧，我上網查咧，發現佢呢個生物纖維面膜咧，其實都係好難做嘅。同埋見唔見到啊？面膜上面咧係有呢啲大大細細嘅紋路。好，然之後而家敷上塊面先。咁因為咧，佢係用自然發酵產生出嚟嘅纖維素同埋水啦，每做一片咧就要經過3至10日嘅發酵過程。咁而採用單片獨立發酵咧，面膜纖維細度咧只有30纳米啊，所以咧可以加速成分滲透。好啦，而家15分鐘之後啦。而家就可以將個面膜搣起佢，敷完感覺咧好舒服，好光滑啦，一啲都唔會覺得好立刺刺嘅，即係咁樣敷完之後咧，你會覺得面膜裡面嘅精華液咧係完全吸入你塊面度咯。咁而家敷完15分鐘之後啦，你唔會覺得好似仲有好多精華液停留咗喺表面咁樣，好似係你將啲精華液搽咗落塊面咁樣，就感覺係好乾爽咯。超唔中意啲立刺刺嘅人咧。這個是非常之適合，看下它是飽滿了，還有都有光滑了，好像皮膚喝飽水一樣。
而家咁樣摸落去，同頭先敷之前比較起嚟，係滋潤好多嘅手感覺。呢隻感覺摸落去就係你上妝會非常之貼服。因為有時可能咧，你敷面膜你精華液太多嘅時候，因為我自己係好唔中意嗰啲太濕太立嘅感覺，咁我自己可能就會用棉花咁輕輕將多餘嘅人走，但係而家完全唔使。佢已經吸收曬咯，我頭先係輕輕咁樣拍一拍塊面嘅啫，所以好難怪咧。當初台灣限量開賣嘅時候咧，佢係每分鐘就賣咗1200張咯，係真係效果非常之唔錯。咁呢款面膜咧，其實佢就係話2-3日用一次就得啦。咁我自己會覺得，譬如如果你係有一啲重要場合要去嘅，你就可以愛嚟急救，你去見工面試啊，你去婚禮啊，或者你要影相嘅話咧，你愛嚟做急救啦，係完全一流。咁除咗呢個永生堂面膜可以做急救之外啦，咁日常基礎保養咧，我都會建議用佢哋呢個黑面膜系列。咁佢哋咧係有3款嘅，我自己咧非常推薦呢一款 Hydra Intense， 因為咧係超級補水，忽然間將你塊面打爆水咁樣。呢一款咧我都中意平時喺化妝前咁樣敷嘅。咁其他呢兩款可能就會比較偏向夜晚瞓覺前去敷。咁呢款面膜咧，除咗台灣有得賣之外咧，而家香港朋友大家咧都可以輕易咁樣喺萬寧裏面揾得到啦。咁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咧，不妨可以去試一下。咁用完呢幾款面膜之後，我嘅感覺是如何咧？首先第一，我覺得香味令人好舒服咯。咁第二咧，就係佢哋面膜個質地咧，咁會令皮膚比較容易吸收嗰啲精華液噶。全度上面嗰效果比傳統嗰只布膜咧係好好多咯。呢一款愛嚟急救，呢一款愛嚟日常咧，係真係天衣無縫嘅配搭。咁喺成條片嘅最後咧，我都好希望大家咧可以同我一樣感受到佢哋嘅魅力。咁所以咧喺度咧想揀4位朋友，然之後咧送面膜俾大家。禮品分別就係浸潤補水黑面膜一盒。跟住保湿金箔黑面膜一盒，第三个就系调理鱼豆黑面膜一盒，同埋最后就系呢一个永生台信活修复生物纤维面膜3入组。咁想得到面膜嘅朋友咧，参加方法非常之简单，就喺 YouTube 呢条片嘅下面留言区咧，就留言话俾我听你最想试边一款面膜同埋点解，然之后留低你嘅 IG 账号同埋你嘅联络 email， 咁然之后咧得奖者会有专人通知，唔使担心。好啦，大家睇完条片之后，快啲下面留言啦！咁如果知道我今日嘅分享嘅话咧，记得帮我揿 like 我啦，记得 follow 我 IG 或者 Facebook 嘅话咧，就可以知道最新动向啦。记得揿埋订阅同埋旁边钟仔咧，就唔怕错过最新嘅 video。我哋下条片都再见啦，记得留言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拜拜。